三角形是由同一平面内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连接所组成的封闭图形，在数学、建筑学有应用。常见的三角形按边分有普通三角形、等腰三角，按角分有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等。其中锐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通称斜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为三边相等的三角形，其三个内角相等均为60度，它是锐角三角形的一种。等边三角形也是最稳定的结构，等边三角形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所以等边三角形拥有等腰三角形的一切性质。等腰三角形指两边相等的三角形，相等的两个边称为这个三角形的腰。三角形的稳定性使其不像四边形那样易于变形，有着稳定、坚固、耐压的特点。三角形的结构在工程上有着广泛的应用，许多建筑都是三角形的结构，如埃菲尔铁塔、埃及金字塔等。